的一段表演，大木老师，刚刚这段如何？我终于看到一团跳 hiphop 跳得不错的一个样子的出来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很多人跳 hiphop 会律动太注重律动，或者是他就忘了点这回事，那他没有表现出来那个力道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他是注重律动的话，我感觉软软的、懒懒的。那他们有注重这个力道，也有演出表演的效果。然后每个人都有表情，都很有自信。那我们直接看分数了，好不好？到底可以获得几分？9分，加起来是34分。